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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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はいはい。Hello everyone, hello 古典家 ，hello 明喵，嗨嗨小杰，嗨嗨爱的鼓励，嗨嗨念然，嗨嗨阿轩，嗨嗨西兰，嗨嗨家红，看看他们有没有名的，嗨嗨 www， 嗨嗨九蛋，嗨嗨少，嗨嗨双，嗨嗨杀戮，谢谢天灵的浪之星会员票，嗨嗨听，嗨嗨冰特选。嗨嗨的教授，嗨嗨烤焦，嗨嗨布婆，嗨嗨幻影战士，嗨嗨天灵，我有没有讲到的吗？对啊，久违的嗨嗨，初次见面没有吧？我们见过不止一次了。谢谢冰特选的小浪花，好喂好喂，你在比我花心点，对呀，嗨嗨毒娘娘，谢谢小姐的小浪花，求常见。对，新身份初次见面。はじめまして。没有新人啦。谢谢冰特选的啾啾你哦。耶、yeah。忙疯，对啊，忙疯了。我要来放音乐。心酸没有心酸，谢谢喝酒喝到吐的薛宝会员票。十一月怎么这么忙？再难出事。你准备接招？谢谢喝酒喝到吐的会员票。好多平常不看啊，对同学我那是谁？那你有跟他解释吗？谢谢小白兔的宣报会员票。谢谢小白兔，谢谢 Ting 的蓝色星之诞生，谢谢 Ting， 谢谢，谢谢阿抓的守护永恒的爱，谢谢阿抓，谢谢阿抓。对哦，我是富邦 Angels， 新的富邦 Angels， 吓我整个 shock 到，谢谢样样的告白气球，我这样直接追踪自己看，你要跟他介绍啊，要把他推入坑。钱包君没有删，为什么钱包君要删？谢谢少皇的追踪，谢谢果酱家的小浪花，谢谢家红的托特包，谢谢大风的小号角。恭喜，因为知道跑来入坑，真的吗？谢谢你，希望未来可以多多关注我哦。推两个下去，太棒了吧！谢谢阿抓的迷你告白小火箭，谢谢阿抓，谢谢北原的小浪花，谢谢伟的小浪花，谢谢乞丐帮要炸裂的小浪花，谢谢听的爱的小火箭，谢谢听，谢谢天灵的小浪花，嗨嗨优鲁。嗨嗨 Map， 谢谢春伟的追踪，嗨嗨 Mark， 一个成绩要跑几个球场，你一心一意好吗？这样不准出来，为什么不准出来？嗨嗨北原晚安安，谢谢阿轩的一颗星，谢谢欢迎认识的小浪花，谢谢阿轩的好多颗星，哈塞桑，哈塞桑棒球场见，篮球场也有，他们预约两条运动毛巾，让他们一起来推我啊，谢谢 Ting 的。谢谢 Ting 的钻戒，谢谢 Kami 的钟情玫瑰，谢谢，谢谢 Kami 的水晶鞋，谢谢 Kami。对，我以前是 AKB48 TV 的，现在是毕业生。每次每天一天。
对，我是在富邦 Angels。可以请你帮我跟他做一下签名了？为什么？嗨嗨平平，谢谢大风的水晶四叶草，周末加油，我只记得想到了。好的好的，我会加油的。谢谢嘉宏的好多小浪花，耶、yeah。谢谢 Jackie 的分享，我是小牛哦，偶尔可以来那个，可以来看看我们呢。对哦，都会去哦。嗨嗨 Eddie， 和平交的一天。嗨嗨 Eddie， 晚安安，恭喜新年九十，谢谢凉凉，恭喜加入 FA， 谢谢。对，谢谢欧比王的生日蜡烛，早安，早安，嗨嗨狂人，嗨嗨邻国，嗨嗨星辰，嗨嗨念然，谢谢博成的忍不住想你，居然来我们公司了，怎么说？认识原子猪，嗯哼，为什么会认识猪猪？谢谢 IKEA 的璀璨项链，谢谢地球的钟情玫瑰，谢谢林果的守护永恒的爱，谢谢谢谢林果果，耶、yeah ！可以拿旧的应援物语，尽量是大家做新的啦。最近好像突然对篮球有兴趣了，真的吗？我们一起看，我们一起看球啊，就同公司哦。哦，原来如此。那我不知道看谁，看我啊！谢谢好好的守护永恒的爱，谢谢好好，谢谢地球的小浪花，本来买机票的，但那天睡过头。哦，那怎么办？怎么办？不能再送出去了，要看我啊！看我，很像迷恋帮你，一定要的吧？谢谢大风的浪之星会员票，明年捐助重来，明年我要为了你家的哦，谢谢谢谢独角兽。你的演员推进吗？我自己出吗？我感觉人生下来一半时间都要在球场了，真的。对啊，可以先买我的年历，他要送给球迷，也太好了吧！你人也太好了吧！只能跪求大大们人票，谢谢游戏 Hero 的浪之星会员票，嗨嗨游戏 Hero。年历喵喵喵喵，他还光太年历真的很夸张，所以你买了吗？公车直达，该去了啊！看来好好追踪你了，一定要的吧？现在是不是没有理由再冲了？对啊，都有我了，你还要送吗？嗨嗨微如，恭喜，谢谢战西。嗨六三公班哇，上午天晚上去读书了，好的好的，考执照加油！傲娇的喵喵最棒了。新手还没来了，一定好好好，考完再来玩，好啊！谢谢冰彻选的守护永恒的爱，谢谢，耶、yeah ！谢谢冰彻选，耶、yeah ！先找附近好吃的，谢谢光太的钻戒，你不是最熟了吗，林果？谢谢你在看啥的红玫瑰，感觉来了，会在哦，这周就会在了。谢谢冰彻玄的守护的守护永恒的爱，哈塞桑阿里嘎多，哈塞桑你要来现场看我，谢谢光太的钻戒，哈海黄鱼，哈哈钟颖，谢谢钟颖的海洋之心，耶、yeah ，谢谢钟颖，对呀、啊，看我看我看我来看我，谢谢健全的浪之星会员票。要参加考试不能去哦，好吧，没关系，你一定很快就能看到我。看大家去买一张很好的票，
来呀、啊、来呀、啊、来都来。嗨嗨一豪，嗨嗨 Sam， 谢谢 Popo 的水晶四叶草，谢谢 JNF 的追踪。啊多了一些对话的手续费哦，抓抓对不起，谢谢婆婆的一颗心。是开幕战公布的时候就剩了一对，我的初登场是我的可是我看不到，你可以帮我打一下吗？你帮我打一下，嘿嘿，没有，不是我，我是说你帮我打，然后我照着念。工作不行，谢谢冷品君，看不见早就卖完了哦，哭哭 ，Q A Q A Q Q Q， 请打断我的脚，叫你去干？为什么？为什么要把脚打断？哎，你们很地狱哎、欸。你们很地狱哎、欸，不要这么地狱可以吗？地狱列车是不？谢谢人品君，嗨嗨人品君，今天公布票都送出去了，本周先 pass。好的好的，两个花了2000多哦。套一句日值的说法更新支配下。呀，换成这样，我突然就不懂意思了。我突然觉得我的日文不太好了，剩了一张一张的票。嗨嗨中德，那你为什么会？这周11、12，对，11月11、12有班，都有班。对，目前的班表是11月11、12，还有12月16，对，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找我哦。虽然超会躺着求我做轮椅，不要地狱可以吗 ？No 地狱，欢迎来富邦，谢谢中德。你已经没有理由日文好了，没有，我还是很想学日文。哦，不断勾哦，赶快补勾勾，未来加油，谢谢。哈哈，猪肉饭，心碎可不可以买升帐票？嗯，这个不能问我。谢谢卡尼的浪之星会员票，支配下就是哦，原来如此，欢迎来帮帮，谢谢松啊。哦，我先跪好，没有，这里已经有一位了。因为想看看小弟，以后可以跳槽，跳槽，可以加个罐头，我看大家都是这样做哦。林果，你这样偷露出很多讯息哦。报告主播陆芳，因为快讲了这广场笑鼠。12月16号，芳迷欢迎你，谢谢中德，谢谢松啊的追踪，谢谢杰克斯的追踪，谢谢荣哥的海洋之星，耶、yeah ！睡睡，争取一下，来了。除了礼拜六都还有票，对，如果大家礼拜六就是没有办法的话，那礼拜天也可以来看我。因为 Angels 的 Cody 讲可爱，谢谢 Hello 桑，谢谢黑杰克的浪之星会员票，偷了完就没有票了。人尽皆知，没有跳槽的问题。空棒蛙是，突然不会念，我不会念小字耶 ，fight 是吗 ？f 小字的啊怎么念呢？不会，教我，这礼拜去不了，哭哭。对，棒球今年结束，接下来是篮球。今天好热闹，对呀、啊，嗨嗨小熊，今年棒球的你好哇、啊。促音还是啊？应援全都不会，没事的。学没有，我只是不会小字，我不会小字跟、我也不会打小字，就是我都会
是复制贴上。按两下。按两下。你说小字吗？是哦。是哦。谢谢悠悠的告白气球。你现在有记谁的应援？我之前有去开球过啊。记蛮多人的吧？对啊。在上面跳过。蓝色狂潮，就紧着你节奏。等你发现，那色彩也是我最爱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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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小智，我发觉年历我球赛好难抉择哦。谢谢 CKU 的蓝色星之诞生，谢谢。谢谢小智，小智不是小智，小智点一颗就是小智。小智用罗马字就可以打个 L 再打拼音哦，不按两下下面有一个小的按钮，可是那是就是九宫格那个才有吧。谢谢家居的小浪花，家居怎么感觉好像很多话想说。夜越え今日の渋谷の街に朝が降る。要买哪个位置才好？我只能跟你说，我也不知道。应该都看得到啦。ちらちら隠してた本当の声を響かせてよほら。那就是整个礼拜都是蓝色狂潮。我跟你说，不夸张，我也是。都是应援，要转按九才来转来副榜，为了谁？发哦，谢谢 Pet 的小浪花，没有我来说恭喜的，好，谢谢家居，谢谢家居，家居不知道什么感觉，最近很常出现，谢谢刚刚的钟情玫瑰。空巢真的很洗脑，真的。东东，你知道啊？怎么可能不知道？怎么可能不知道？还是空巢。谢谢阿 Kira 钟情玫瑰。来继续看副榜，不可以转，可以看我啊。家居一直被敲，为什么？我为他转来副榜，那你原本是看谁？造谣。谢谢悠悠的钟情玫瑰。哦，原来如此。Yeah. 谢谢阿轩的亮之星会员票。谢谢。嗨嗨，俊祥，确实跟我一样，因为栗子才来。意味深长。总之欢迎你，谢谢。谢谢嘉宏的钟情玫瑰。谢谢钟颖的啾啾你哦。谢谢阿抓的一颗星。可不可以今天再学到转转转才好了。有啊，就是觉得哈，大家都辛苦了。然后完全也没有看过篮球。但我以前很喜欢打篮球哎，但我对我以前我被就是选过是那个班上那个班级篮球比赛三打三的其中之一，但等一下请听我讲完，但是呢，为什么？只因为我身高很高，就这样。我自己先讲，你当球。没有，可是你要知道，就是因为有身高优势这样。你会打球，我会当球，我吃的跟球一样。谢谢样样的小浪花，对，是因为身高。谢谢叶肥的追踪，身高吐槽，对我是当球的那一个人，所以可以期待什么？不要期待。新生们加油，快点实现，好。拜拜，口罩加油哦！
活下去。谢谢鹿肉饭的心形玫瑰，谢谢鹿肉饭，谢谢鹿肉饭。栏杆下的障碍物，身高高是什么优势？可以盖别人火锅。球没那么大颗好吗？用来打球。恭喜栗子，谢谢阿耀。你能穿着高跟鞋打球吗？可能不太行，会先扭到。穿高跟鞋打，这有点太厉害。老板喜欢男生就撒娇吗？哦，可以把球给我吗？拜托，不是这样的吧？不要压头。好，很棒，很棒。大家可以多写写生日会的 report。你要几颗我去买？你是说球还是我吃的跟球一样？噔噔噔噔噔，你的晚安，好晚安。灌篮没有，球吧，伙食费很贵。撒娇想球，可以把球给我吗？拜托、啊。如果没有你，笑死。那你现在知道用在哪里了吧？吃的跟球一样，对啊。逐渐身材逐渐在变圆。国小以后，国中啦，国中以后就没有打球了。国中以后就懒得动了。国中以后就都跳舞了。谢谢荣哥的浪之星会员票。您加油，我怎么了？你说我太胖了吗？谢谢林果的守护永恒的爱，谢谢，谢谢林果果，谢谢林果，你以后只可以拍我引领目光哦。谢谢抓肯的绿色星之诞生哦，新的特效。结束后一小时就知道，太棒了！然后就让单挑过。对，应该会瘦回来，应该会吧。我如果还没瘦，就太可怕了。高中以后就偷懒了，真的有特效了。好吧，换回去这个刚刚拿到的特效。对啊，脸圆。棒球点会去吗？会哦，都会去哦。一句破三次音，我好去拍姊妹，请拍我好吗？的位置了，谢谢鹿肉饭的啾啾你哦，谢谢鹿肉饭，嗨嗨小哦，拍照太适合你，拍什么照？你来到拍啾啾子，大家来拍我好吗？谢谢玉安的生日蜡烛，谢谢华为的花枝金翠，谢谢婆婆的浪之星会员票，耶、yeah ！谢谢玉安的 Big Sale， 耶、yeah ！看我前面的马甲，谢谢荣哥的水晶鞋，谢谢，没关系，你快要加一了，加一个力。谢谢哈流桑的红玫瑰，哈流桑阿里嘎多。去看阿翠。恋をした。瞬间买棒球机票了，好呀！立刻买一张票。またね、ハセさん、またね。那你去看 FA 的通牒。看我，看我，看我。高一点看我。你有毛巾什么时候开始分手？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谢谢 Hello It's Me 的追踪，谢谢玉松的 Big Sale。噔噔噔噔噔，欢迎大家来看我，耶！谢谢荣哥的星星玫瑰，耶！不是面试耶，就是去看看而已。嗯，那两天都是看到 FA 的，哦，那还不错啊。
你妹系很难选，选我。谢谢鹿肉饭的星星玫瑰，耶、yeah ！谢谢鹿肉饭，谢谢刚刚的小浪花，也会拍我，一定要的吧？先去附近找吃的。一直有跟那一位富邦拉队学姐的熟吗？因为我之前有去，就是开球过，有帮大家应援过，所以我跟秀秀子还有 Jessie 比较熟，我跟他们比较熟。秀秀子，秀秀子跟 Jessie。就是你们在随便乱拍，对啊，他们人都很好，大家都很照顾我。Jessie， 嗨嗨卷生，嗨嗨阿轩，我小推，大家他们人都好好，就是都很照顾我，觉得受宠若惊，可以多问他好。现在对啊，他们现在都在快乐。十一月的活动，什么活动？对啊，他们出去玩了。他们人都很好，很就是很照顾我。嘿嘿嘿。他们在玩，对啊，我有看到。安久都很热情，真的。で一人こと願いたいし。希望大家以后可以就是多多指教，再请大家多多照顾了。我是谢颖确认哦，谢谢哈塞桑，哈塞桑阿里嘎多。有啊，就是我其实一开始就是刚去的时候，我都。谢谢 Draken 的粉色星之诞生，谢谢。就我刚去，就是第一天去的时候，我就是一只小白兔，我都不敢讲话，我都很安静，一动就会一直拍照。哦，真的假的？干嘛一直跳出来拍照？这是特效，这是特效。有机会啊，叫林哥带我去玩。好啊，家驹，我要看到你哦。一分也请多多指教嘞，好喂，谢谢鹿肉饭。对啊，还要提供班表。台湾大赛上的对决，对呀、啊，谢谢俊生的好多小浪花，我以为是猫，什么猫？跟在 bar 一样，安静的莉莉。哼哼，不是有熟人，但是因为就是我第一次去，我还是很害怕，对我就很安静，然后。我就不敢讲话，但是他们都有就是主动跟我打话，因为我就有点怕生，对，然后我就不敢讲话。爸还是会继续哦，有机会的话嘛，那希望这个机会很多的家居。爸我就是刚去的时候我都不敢讲话，但还好就是 Angels 的学姐们人都。很 nice， 就是会跟我讲话。好，会加油的。耶、yeah. yeah. ！那点不会啦，不会起冲突。那旁的地方还好啦。那两只特效那个，你说拍照的两只吗？哒西哒。看到荔枝机会变好多，对啊，那时候就是有答应大家说我会一直出现，一直出现。谢谢样样的浪之星会员票，你一直出现我们就很累，不好吗？不好吗？谢谢叶子的追踪，对啊，努力出现在大家面前。不要笑我的英文烂可以吗？谢谢俊生的生日蜡烛跟好多小浪花，谢谢 CKU 的钻戒，
很幸运，很容易的。对呀、啊，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来，多多来找我。耶、yeah ，就没有那么多，买下去。谢谢 baby 藤木的小浪花。有活动机会，未来会看看的。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去。荷包在跟我在路线上的笑死。谢谢 Pat 的小浪花。南部读书没办法哦，没关系。如果希望未来的机会可以多多来看，期待十一号相遇，我也期待。谢谢小熊的缘分相遇。那好像现在就只剩下栗子，好啊，我觉得很好，特别好。谢谢小熊的缘分相遇，但是可以拍一下其他人，不行，只可以拍我。不可以，你拍了你就会变心了。荷包已经在跟我抗议了，哦哦，那你跟荷包就是好好讨论一下，看可以耐力。棒球场上班哦，居然吗？没有这样，很难固定拍到一个哦，是没错啦。我明明没有调前度，怎么还是酸？早上哦，他会睡在哪里比较好睡？谢谢小宝贝的追踪，谢谢阿轩的星星玫瑰，各种预防针，都在角落拍。未来可以多多拍照啊！恭喜阿轩获得钟情守护者，先打预防针。谢谢 Gordon 为我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谢谢 Gordon。其实外面很多纸箱，大家不要这样好吗 ？No No No No， 不可以，不可以，请回家睡觉。我回家照卡笑死。荷包不允许，没关系没关系，大家有空再来看我就好了。谢谢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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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荷包在过年前就要先出，没事没事，有空再来看看我就好了。谢谢 Akira 的小浪花，我可以先多签几张加单了，那我帮你改准价。谢谢 baby 藤木的小浪花，谢谢 Akira 的小浪花。没车回家，为什么太晚吗？我是锁身份，不行，我太烂了。没车怎么可能有我们的位置？为什么？憨憨沉默的大象，谢谢招财喵喵的小浪花，谢谢您好的 Big Sale， 帐篷要出动。不要这样，出单场是这个礼拜六日，这个礼拜六啦。新庄球场离家好近，来啊，来来来，全部用地头蛇。谢谢雨的追踪，安森论居还有位置吗？还有想到以前的那个安森小故事，羡慕假日一整见面。哦，碰碰你有空再来啦，不然这样好贵哦。你的荷包，你的荷包会这样，快不行了。嗨嗨，杀手君，为什么是大神宫？大家在你公园是不是？运动公园就是运动场，不可以露营。想赚钱。嗯，中南部堂堂宿舍和出套房。好像也不错耶，这样子。交通津贴，我要怎么津贴？一人领一个，一人领一个飞吻，无偿变机场。嗯，就是哦，是哦。草莓，欢迎大家演出，蛮多镜头的。粉丝宿舍我没有，我要怎么提供？在那个公园放帐篷。呵呵，一起露营，一起烤肉。波波他已经在抽水我家地板了。哦，没事，大家没事没事，直接进去睡就好。Oh my god， 截图代替出席嘛？怎么说？有飞吻可以领。谢谢未婚夫的追踪。住宿优惠，我没有住宿优惠啊！你哪一天等我够厉害了，我跟哪一家住宿合作，我们就住宿优惠。堂堂专用，妈妈他们在干嘛？
富邦系统的第四台转播可以选啦啦队的视角。哦，接好接吗？没事，有树叶可以做成棉被，你看树枝可以搭成床。那个我都不知道谁帮我带去，那个本体到了是不是？就没法倒茶哦，不会啦，没事没事。办公室可以出租，有点小。想起之前睡大安的日子，安生安生，公园地很大，谢谢老板。截图两年多的声音，谢谢 Cobra 的追踪。站着睡，全部人站着睡，这样感觉很惊悚。谢谢家珍的追踪，嗨嗨，克里迪斯，今天好多人哦，沙丁鱼，好挤。对啊，站着怎么能睡？这也太痛苦了吧！博物馆惊魂夜。行动艺术。对啊，今天好多人要问我，妈呀，我坐在这边给你们问，帮帮都来看一眼，嗨嗨，嗨嗨嗨嗨，帮帮的大家，太多人不行啊，留下来。黑到一个程度，怎么样都睡得着？你说站着睡着吗？谢谢天灵的生日蜡烛，挤电车，都能睡。很多新朋友，对呀。Hello， 大家好。FF 都进来了，对呀。Hello， 大家好。学习结束了，比较闲。你好，初次见。Hello， 大家好，初次见面。站着候考就不了，这旁边会没得考，但旁边的很可怜哎。新朋友，新朋友，你好，初次见面，你好，你好。我新朋友啦。我新朋友啦，等我要跟前辈拜码头，拜个码头，拜个码头。大家好，我是你家里，可以会当叫我垃圾，垃圾。大家好，我是栗子啊。初次见面，初次见面，可以推吗？可以推的推爆好不好？谢谢阿轩的星星玫瑰。谢谢阿轩，对，大家好，垃圾，我是垃圾。栗子新番，再装就不像好吗？谢谢哈塞桑的香槟，哈塞桑阿里嘎多。请问可以推你吗？可以啊，推爆。现在要这么客气就是了，大家要这么客气，那我也要客气一下。打给后。啊，棒球看不到哦。订阅港邦 Twitch， 谢谢大饼的小浪花。现在第一次来看，推物理推物理推。你们好了，我新来的。如果说不要嘞，那我就会难过。对，我萌新主播啦。谢谢路人的小浪花，可以推你吗？可以啊，请推爆。物理推，物理推，你要把我推去哪？物理推你下楼梯。第一次见面几多久？谢谢 CKU 的戳戳你，谢谢卡米的钟情玫瑰。整熟饭都需要被呛，唉，没关系，我也被呛习惯了。谢谢 Gordon 的小浪花。物理推可能有点费力嘛，我觉得最近变成球了，可能会比较费力一点。所以你再买一台相机吗？不要，我这半年已经买两台相机了，不可以再买相机了。为什么我觉得未来会越来越多人推我买相机？心中在观察太阳。对，我可能最近那个骨头不太好，需要晒点太阳。谢谢大兵的浪追星会员票。物理推会不会直接变篮球？你说直接滚下去变一个球吗？谢谢乔治好朋友的追踪，两台相机够吗？谢谢竹轮的守护永恒的爱，耶、yeah ！
对，不要问这种灵魂拷问问题。勇士主场11月11、12、16，大家可以来看我。请你们再买一台。你知道相机是大坑吗？你们都知道了，然后一直跟我说。谢谢族人的守护永恒的爱。谢谢族人的带你去流浪。谢谢。相机不嫌多。是谢谢阿荣的小浪花。两台分别用来干嘛？就是 GR3X 拿来拍我平常外出的照片，对，然后 ZD-12 拍影片。球场员工也要长镜头帮我拍照吧？对呀、啊，真是的，那感觉未来就是一笔大支出要支出了。还好你买的是不能升级镜头的相机，真的。还好我有先见之明，毕竟人家肯定很有兴趣问大炮，但我那时候真的想说，感觉大家的大炮很厉害。钱钱只是变成你喜欢的东西而已，我不要达成那个半年买三台，相机不嫌东西，要开摄影棚，好像也不错哎，那个副业开个摄影棚，相机坑不起，对，我们先让新朋友入坑坑。啊，对，站站飞，来看我，来看我，可以的，欢迎洽谈，小叔。对啊，大炮还要学，这要学的东西很多哎。桌立跟挂历的图片不一样哦。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我的 IG 看看。我最近推出了我的年历，对，就是。有点香吗？自己说很不好意思，就是对，希望大家可以去看看。我今天有发影片，然后我的 YT 也有影片，欢迎大家可以多多追踪我的 YT IG 还有 Facebook， 谢谢大家大家。为什么要买 ZD-1？ Why？ 不想再学新技能了，我学大方。大家不会买新相机了，这次的镜头很长哦。谢谢子婷的浪之星会员票，喜欢挂历的图片，可是比较喜欢桌历。谢谢子婷的钟情玫瑰，那个图片只是 sample 而已，里面大家就期待一下，这样，买啦，都买，买起来放啊，我可以陪你一年呢，不好吗？推坑大家，香不止有点，对啊，好的，不客气了。我想说的再见。哎，可以换镜头哦，谢谢大饼，人见人爱。但我之前原本有想说我要买 ZV-1，但是想说我如果会想要换镜头的话，我应该会想要买更好的相机，就是连相机的机体都买很好。所以我后来想说，我先买个入门的好了。原来吗？原来什么？哦，对，原来对，没错。就是想现在2500点你，欢迎加入 FA， 谢谢子婷。桌立好新，买呀，买起来。小孩子才做选择。熟门熟路，开心我买了，买起来，买一波。谢谢 Akira 的钻戒，好像前面想买的人，买，超华丽，华丽丽丽丽丽，不愧是李老板，买，你们的选择正确，什么选择？同本订单多本会重复吗？好问题。我觉得这个明信片到时候应该也都是随机，就跟我不知道我后来那个，你们知道我海报是随机封的吗？我连放下去都是随机的，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哪几个有签名，因为盖下去全部的包装都长一样。机皇是怎样？老板有直送日本，为什么要直送日本？年历马上又要一张了。年历是明信片哦，对，但你如果买那个
你如果买挂历的话，不止一张。对，在我家啦啦队成员。海报那个真的太大，那海报那个很创新。挂历挂在家里会被家人杀掉吗？我不知道哎、欸。你可以买来看看就知道会不会被杀掉。我没有做记号，我完全没做记号，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海报哪些有签名。快门声最大的那种哦，丢进去就不知道了。对，丢进去就不知道了，因为丢进去我连我放哪里我都不知道，因为我是全部的那个海报桶都放好，然后丢进去，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我丢了哪些。马丁，我觉得这是你第二个女儿，笑死。最厉害的机种换了最贵哦，就算没地方挂，挂家里应该会GG。机皇很重，不要轻易挑战。可是机皇感觉都不便宜吧？就列一张海报，一个月一张，没有海报是两个月吗？两个月一张。海报是两个月一张，总共有六张。那三藏的可深了，所以你有没有买我的年历呀、啊？哦，回家我还没开，看一下，我觉得很好看。风吹过，15万起跳，天哪！心在淌血，如果真的要买的话，但目前应该是不会了，太可怕了。两个月一张，周边买起来，谢谢子婷。苍凉夜空，多想你的眼中，我坚强笑容。心中快要熄灭的花火，谢谢你听，放下一个吧，你去放偶像。没有，你可以推坑爸爸，这样子你们就不会有，就是不会有冲突了。谢谢子婷的小浪花。我在房间感觉不好睡，为什么不好睡？买到了，买起来，惊呆了，对不对？就跟你们说很香啊。对啊，那你说真的很好看。确定妈妈不介意？妈妈想说，你们这群人，真难听。推跟爸爸冲突的人，推跟爸爸。这样换妈妈有话要说。不会啊，那你们可以把阿吹推给妈妈。实在是怎样？没吗？镜头后面是谁？我也忘记了，是谁了？哦，我可以跟你们分享那天的头发是那天的头发是涵涵帮我弄的。我们家还有阿妈。对啊，确实对啊。你们可以把阿崔推给妈妈，然后那个爸爸跟那个儿子就来看，就是来看我这样。好色哦，我的头发是涵涵弄的。现在免费看了吗？没有啊，所以你们要多帮我分享啊。Kevin 拍，他们的化妆师没有发型师，妆我自己画的。啊，这很色。好像说好色哦，好色哦，他最喜欢讲好色哦。那找到这套服装，当然呢、啊，谢谢宝瓦的新之诞生，谢谢宝瓦。好了，留下来看我啦，宝瓦，不然你一直说我叫你出国，哎、啊，就真的好色，好色哦。涵涵一直说老板赚大钱养。快点关掉，就赶快关掉。他明明自己在那边，然后每天都跟我说好色哦，到底谁才色？到底？在这城市迷宫，提起你名字，心还跳动，却没重逢，只有想动却又不敢碰的那种激动。色的还是香的？
谢谢康妮的守护永恒的爱，谢谢康妮妮，谢谢康妮妮耶。色不色？不可以色色。有啊，我有给家人看啊。妈咪一直跟我说你要当辣妹。妈咪常常在跟我说你要当辣妹好不好？妈叫杨涵涵，我们又要杨涵涵。然后每次妈咪跟我说你要当辣妹的时候，我都会傻眼。没有意思，最近真的看不下去。为什么？谢谢益生菌的浪之星会员票。妈咪会把年历挂在家吗？她如果把年历挂在家，换我不敢看。谢谢光泰的心地善良。这弟妹要守门员，色色守门员。客厅电脑还开 IG。没有，妈咪从以前就一直说你要当辣妹啊，我就哦。谢谢荣哥的小浪花，谢谢荣哥的浪之星会员票，谢谢康妮的小浪花。对啊，对啊，他们都说你要当辣妹，每间房间都挂起来挂一波。挂在墙上，换你被钉在墙上是不是？想办法从拿到海报板。妈咪有给予你很大的支持吗？妈咪每次看到我就说你要当辣妹。我跟你说更好笑的，全家人都叫我当辣妹，连我外婆跟我奶奶都说你要当辣妹。然后她说，他们都说你不要再穿那个花花的衣服，她说你不要再穿花花的长裙了，你要当辣妹。我就想说，我就喜欢穿花花的长裙啊，哭啊。他就说你现在就是青春的年纪，你在那边穿那个花花的长裙，把那个花花长裙变成短裙。爸爸，他自己越开越远。主播很美，谢谢妍妍米罗。形象到底是怎样？我不知道啊，他们就一直说你要当辣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觉得很奇怪。他们就一直说哦，你要当辣妹，你不可以就是再穿那个长裙了。他们都叫我阿嬷耶，超过分的。唉，我爸也说啊，你不要再穿那样了好不好。我想说，只是人家通常爸爸都会希望女儿就是包紧紧啊，怎么我爸就是你应该要穿短裤短裙。然后我说什么意思？原来什么日式穿搭？对对，我喜欢所有的日式穿搭，对，有一点小小公主千金风。这边吗？好色哦，就很气质啊。对，他们就说你的腿很好看啊。对啊，爸爸就这样说。对啊，爸爸嫌弃。他们以为我生一双长腿给你，爸爸每次都说你妈把你的腿生得那么漂亮啊，你还要这样穿哦。我就说啊，我就喜欢这样穿。而且最近更是这样，他们就说你不要再穿长裙了，你的腿那么好看，你应该要穿短裤跟短裙。然后我说怎么会有家长跟女儿讲这种话。但我是爸爸的角色，小小公主。日式的穿搭就是很多搭配的那种。越来越偏。开车想你爸妈好前卫。对啊，他们前卫到我也觉得哦，什么意思？他们
们都会跟我说你要穿短裤要穿短裙。对啊，我想说不是通常都不会这样说吗？然后说短裤要穿到膝盖，我如果穿到膝盖他们说太长了，谢谢大饼的钻戒，要太多的赶快抱进去。没有我要讲一下，我上次去那个，我之前去开店霸火棒，我不就穿了一件洋装嘛，然后后面是露背，然后呢我妈就传那个截图来跟我说，哎，你衣服去哪里买的，很好看耶，你的背后露背很好看耶。我想说哈哈，结果最后在球场就变保守。我想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笑死。所以你平凡一点，然后感觉很喜欢看你傻眼，真的，你这个第一位第一顺位荣誉堂堂。对啊，我的家人真的是很好笑，他也要一件，没有，他说哦，我可以买给你啊，你可以去多挑几件。然后说什么意思？我怎么穿这个？对啊，我们家太好笑了。我也不能不在你妈那边。还准备替换掉你的花花长裙呢，不然你剪个大蛙背是不是？不要来时间，我只能认同，笑死。对，一反常态的家长，直接大改造。谢谢思雨的小浪花。弟弟喵，对啊，涵涵已经有我了，不要再养猫了，养我就好了。手起刀落，谢谢博成的莫小白，谢谢，谢谢思雨的小浪花。翻白眼，养到吵架。谢谢冰特犬的心动猫咪，谢谢冰特犬，耶！谢谢艳艳米罗的红玫瑰。大家收收会员票哦，谢谢大家。对啊，猫咪都很喜欢，就是叫我多实验一点。唉，谢谢抓肯的浪之星会员票，谢谢易成俊的迷你完美小火箭。没有，就是员工会跟猫咪一起呛我。谢谢光泰的会员票。谢谢月半 TIO 的追踪，谢谢 Kami 的钟情玫瑰。今天的也是一种实验吧，没有，今天是要邀请大家赶快下单年历。对啊，追踪人数，追踪人数。短裙配黑裤啊，因为很冷吧。谢谢崇文的追踪，下下下准备下了，嗨嗨，我是栗子，你好，你好，那该发一次第二天的照片了吧？恭喜栗子，谢谢，谢谢。
K K Y 是凯吗？凯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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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你好，百汉，今天要开到几点？就聊聊天，聊到我没有话题为止。嗯，下雪的时候更冷，真的，下雪的时候就是那个湿度变高更冷。嗯，必须开大招。我有来自奶奶的压力。K C， 哦，好，嗨嗨 K C， 谢谢 baby 藤木的小浪花，那可以打内容 ，why？ 谢谢招财喵喵的小浪花，没买到海报版会不会后悔？这就要问你了，不是问我，这就要问你了。问就是会后悔，你会问就表示就是你已经犹豫了。等一下上班，好，晚安。姑奶奶上班加油，谢谢小杰的小浪花，谢谢刚刚的小浪花，买下去就对了啦，要怎么藏再想想就好了，犹豫就是想要买，你的内心那种人反抗你，犹豫就会败北，犹豫就会后悔，谢谢嘉宏的幸福快乐，就跟你问相机的意思一样，对，你会问就是你已经有那个想买的心，谢谢小笼包的小浪花，谢谢小笼包，谢谢钟颖的带你去流浪，谢谢钟颖。犹豫就是想买，对。不知道有没有新进来的大家，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栗子，对，未来要请大家多多指教。还有库存能买吗？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我是没有好收件，不是不想买，我知道啦。不然你请别人帮你代收啊，下次见面的时候再那个面交，多等几天也可以。为什么？当天的时候会下雪会更冷，真的。就我很喜欢去日本，但我每次都觉得日本好冷，因为我是一个很怕冷的人。新进来最好啦，买了之后一定有想办法可以藏。对啊。谢谢小杰的小浪花，谢谢大大的小浪花，谢谢。生活费剩多少？对啊，会后悔哦。嗨哈龙，德语，我想着下礼拜开始负一度超风，做好保暖。但我觉得去了日本一趟，就是会适应那个温度。你的手，谢谢小杰的一颗心。什么限动的时候，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闻你的呼吸，一眨眼，一瞬间。你说好就是永远不会变，可是那是因为湿度比较湿吧。谢谢 C 的追踪，谢谢小杰的鸡腿，谢谢小杰的一颗心，两个都是小杰。明天直接四条毛巾，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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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哭了，笑了，先抱着下去。焦虑快不能待在这边，为什么？你有的。嗨嗨，如果没有如果，等待红线来的时候，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嗨嗨小鸡，嗨嗨此人超傻哦，一年左右的呼吸，一眨眼，谢谢卡米的小浪花，很想看到，希望有一天能到，我也希望你能更常来找我。谢谢卡米的小浪花，对，嗨嗨 Justin 你好，我是栗子。参考书，笑死！新的反馈，好像很可爱。
谢谢 Justin 的追踪，蓝色的发箍。谢谢嘉宏的钟情玫瑰，超可爱的发箍。完完全全的挡了我的布丁头，太好了，好像。哦，哦，耶，可爱。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只剩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和你的呼吸。对啊，那个万圣节特辑，笑鼠，鬼吼鬼叫。谢谢嘉宏的好多小浪花，嗨嗨正源，谢谢 MM 的浪之星会员票。发型师表示该不染，遮不住的布丁头。那个是祝大家万圣节快乐，大家什么都没有听到。祝大家万圣节快乐，真的超好笑的，很可爱的蓝色哎、欸，可爱的发箍。你这样才可真是。11月9号要首榜哦，对，我这次是要冲冲金浪奖，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送我会员票，谢谢大家。对啊，蓝色的，我还买了很多蓝色的，就是配件，对，之后可以用得到，赞。照着阮规暝拢袂当困，亲像哦，唱错段。你敢知阮对你的思念？希望你有同款的梦。对啊，为了 FA 买了超多蓝色配件。互相依偎的情爱。金浪大活动哦，可是我看陈思雅有参加哎。我跟陈思雅有参加，我想说，哦，感觉可以试试看。谢谢俊智的追踪，戴上次的发带。谢谢大饼的托特包，上次的发带是01，分我一段的。谢谢 Ting 的小浪花，家具怎么被炸出来了？因为我讲到01吗？会当了解，是01分我一段的。家居会员票，家居，帮我丢一下会员票。准备一堆蓝色，没事没事。感谢01赞叹01，对，但我买了超多缎带的，为了到时候要用。微微，你知道他是大胸膛？我知道啊，我知道他是大胸膛啊，给陈思雅哦。哦，我知道他是大胸膛啊，他是大胸膛，然后石原的粉丝叫什么？然后还有 Lech， 谢谢林果的浪之星会员票，谢谢家居的小浪花，好了，谢谢家居，家居未来应该会越来越常看到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想施压一下，好迪友。所谓的拢总甲你扛作伙，希望你会当了解。杨冰妹，对，买了很多蓝色的法式，还要出去玩。你当时要回来。今天感觉有很多很多新的大家，对，嘿嘿。谢谢丝毫的小浪花，新过来，欢迎，其他都是小的，两张嘛，新的呢，先叫马拉爸爸、米罗爸爸，下次再来看我，新的。哦，谢谢卤肉饭开通1个月的粉丝团，谢谢卤肉饭。
前往球场的路上。主播你是谁？嗨嗨，大家好，我叫做栗子。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初次见面以后就可以在球场看到你了。初次见面以后也请多多指教。我刚想说多多指教台语怎么念，多多指教是吗？不知道，有的是过年开始吗？谢谢林果的璀璨项链，谢谢自我介绍技术君，多多指教的台语，多多指教，多多指教。请你多多，不行，为什么？为什么是？对哦，我刚加入富邦 Angels， 对，我是栗子，大家好。现在是生疏的第一次自我介绍，台语姐真的多多指教，台语有够烂，虽然我台语烂，但我很喜欢唱台语歌。我要预感明年哦，要来看我哦，不是这样，好好好，考试加油，谢谢 Mike。 这句有点这样，真的假的？初次见面谢谢你，你后面挂着莉莉控讲这句话很没有说服力耶。去球场的糖炒栗子可以吃吗？你可以吃到栗子发的糖，糖炒栗子应该吃不到，但可以吃到我发的糖，这样可以吗？其中是什么？其中哭晕在厕所。对呀、啊，我们可能以前见过面吧。没事，换一棵树。可以举个例子吗？可以。这样举可以吗？先新朋友加一，谢谢。你发了糖。君がいなくなった日々は。你的名字吗？对。君の名前吗？难怪这么。我就看你可以掰多久。还有也比较喝不到。对，有一点。你这个包货的人。因为我很多会觉得很难记嘛。我觉得因为我之前有去就是开球过，有跟就是因为我之前是 AKB48TV 的成员，但我现在毕业了。然后我以前有跟就是不要在这边包，我很努力在解释。对，之前有跟 AKB48TV 的成员一起去开球，然后有一起为那个大家应援过，所以有先学了一点。但当初就一次要突然记很多首，就觉得哇，就是哇，好可怕！谢谢 Kami 的才华出众。但是我觉得，就是虽然就是短时间要记很多，但我觉得都很简单，而且又很洗脑。可是说真的很洗脑，因为我去了球场，然后我出来，我在蓝色的狂潮里，就请你准备接到，然后我就一直这样等，一直这样等。我想说，哇，是超级洗脑。然后洗澡也是蓝色狂潮，睡觉也是蓝色狂潮，可怕的包装声。谢谢嘉宏的钟情玫瑰。不可能这样包我的人，笑死！谢谢卡米的才华出众，可以跟小小姐。有，我自己一直都有，就是默默的讲一点，怎么可以凶一个？对啊，学了蛮多首的。我们以前没有48个人哦，但是对，因为我们人数很多，然后我们会分成小组。
然后会就是表演这样子。对，我觉得比较可怕的是就是篮球会一直晃我，这件事太多。不会啦，可以记得起来，因为很洗脑，很好记，上课时脑袋都是四局变九局。谢谢嘉宏的钟情玫瑰。一到三，七到九，我知道，我也有去看过。幸せて，因为很害怕明年新装的天气。前几天看到十四局，放久了不常讲吗？还好篮球是室内，一到三七到十七，真的这样。谢谢 Candy 的追踪，只能看三局哦，然后就要回家了，怎么？你有什么头绪吗？没有头绪。杰西的语句就这样。对啊，我变成情侣了，我生日会就是大太阳，计时比较好控制，就是下两排。好像不是有什么禁语不能说吗？回家的路像是迷失了方向，连续三天十二局，下雨还是继续的。对，哦，对，我有听说过，不能说，对，我知道，我不会立旗。的缘分。雨神例子，不是，我不是雨神。要小心秀秀学姐，她是抱抱狂魔。有啊，我也有感受到。我上次去就是开球，然后也有去应援，然后我就是在那个秀秀学姐旁边，然后她一直来找我抱抱，但我好开心哦。Yes。但在球场用打火机，为什么？应该很快就魔咒，哎呦厉害了。我忘记了，对啊，嗯，今天跟你上班为什么到十点？有，我不知道在哪里，我有看到这个，上班会上到十点，又在一起，不会，我会一直很有活力的，这个天大水，十点真的很恐怖。刚想说，没想到学科会辛苦了。对，希望可以常常看到大家，谢谢大家，十点力，不要这样讲会害怕。我会害怕，怀疑人生。一些新装的都市，那你们可以再跟我分享看看有什么都市神话，我想要先多了解一点。还是会害怕，醒来不在你身边。谢谢十一的托特包，谢谢 CKU 的掌声鼓励，不要下情绪，没事，可以下都下。谢谢 Ryan 的追踪，这个新成就，加班这么累。嗨嗨，小白兔，打蛮晚，居然吗？太想早下班，什么早下班？当我逆着时光搜寻你的脸庞，听到后面有白色指标，为什么？六月份，亲爱的，等我好吗？靠近我做心房，我在这，别忘了。容量不够，欢迎大家多多拍照，然后跟我分享。当然连摄影都开心。好的，再请各位前辈们多多指教了。对，就是萌新
萌新，就是再请各位各位大家多多照顾，很嗨，嗨起来！亮了，雨停了，失去了，我还等着。那再请大家多照顾，看球很享受。踩到白色橘子，在全场滑倒，天哪！好危险哦，大家小心耶，这很滑是不是？嗨起来，嗨起来，反正滑一点就能不嗨，嗨起来，嗨嗨明宗，嗨嗨古帅，生日前后去球场要注意，为什么？七月一号才去过，哦。下雨了，水坑很滑，大腿先落，天哪，太痛了吧！你好，明宗。嗯，下的是这个。有啊，之前就跳过一次应援，我就觉得好好玩哦，就是很喜欢那个，很喜欢那个氛围。奶油，奶油吗？居然是奶油，不是刮胡泡吗？会精神哦，原来如此，好可怕！会用那个连接奶油。当初最寒冷的冬天，十一号也可以准备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会害怕。先准备期中考，好，小杰拜拜，期中考加油哦，相信你一定可以考好的，再做个力量，跳得好好看，嗨嗨克里斯，谢谢阿基拉的心地善良，耶耶！奶油跟刮胡选刮胡泡选一个，但是刮胡泡啊，奶油很难清哎。耶，耶耶耶耶！有没错，上班要上班，大家来找我。薄荷的吗？不要薄荷，那感觉辣到眼睛会很痛哎。奶油比较好吃，可是很难洗，会油油的。谢谢北极熊的追踪，北极熊对啊，奶油很可怕，薄荷奶油看起来太诡异了吧。谢谢月半 TIO 的带你去流浪，谢谢谢谢月半，谢谢月半的带你去流浪，地狱二则，会不会放篮球会叫停？薄荷奶油，但是在室内不用日晒雨淋。但我觉得我有一个就是算是优点嘛。谢谢阿 K 的钟情玫瑰，薄荷奶油感觉会落晒，什么这么实这么实在的话吗？好 baby 你会叫题，周一晚上聊什么？哦，对，我刚刚讲什么？哦，对，我有一个好处就是 我比较不会流汗，对，但感觉还是会流汗。如果跳那个球场的话，讲话比较直接，没事没事。现在就想看啊。啊，要练，对呀、啊，不流汗，对，可是我跟你说，不流汗超容易中暑的，所以其实不是很好，就会流汗了，就是我会闷在身体里面，然后就中暑，对，所以其实也没有比较好，
对，超容易中暑的。只要有荷兰球队的输球，有我知道有听说，有听说。又怕冷又怕热，真的，不可以冷也不可以热。吐舌头散热，可爱的舌头。要是一个学姐会冒什么？没关系，我来了。学姐，我来了。对啊，我每次脸都超红的。是狗狗又是猫的奇妙生物。明日の今頃には。唱错了。他不是猫什么？对啊，我超热的。球场那瓜，什么球场那瓜？今天两小，我刚一直在想，我到底要播一个半，还是要播两小？玩家可以再聊一下，我们再聊一下好了。四个小时就过去，一直聊，是不是？对啊，因为我不会流汗，所以就是都热在身体里面。什么一点四？跨日启动 ？No， 跨日太可怕了。洗热水澡怎么排汗？洗热水澡是排汗吗？我只觉得洗热水澡很舒服。它是下午开始很热，是一点四啊。忘れたくないことばかり。没有，我喝纯蜜柠檬绿茶。接去手上中暑吗？没有，我只是狂喝水。蛮喜欢日文，对呀、啊，很想去日本。还是前几周的，哦，两点开赛，哇，那真的是比较热哎、欸。怎么都还电风扇，因为我会中暑。一起学，好啊，一起学台语唱片，好诶、欸。狗也用电风扇。电风扇很健康，真的。纯蜜柠檬绿超好喝的，但它有点贵。哦，那你就喝那哦。那我要小心耶，又太容易中暑了。喝水量应该会，对，真的。他们好像都是带那个耶，就是可以直接吹的，就是不用插电的。对啊，生日会那天，就是有好多 staff 都跟我说，他们晒伤了，贴推热贴，真的。我们都带不用插电充电的，有没有推哪一款？工业用风扇。万里无云超车，真的超扯，天气超级无敌爆炸好。看别人用，欢迎推推，欢迎推推。太阳真的很可怕，真的不习惯大太阳吗？对，最近有点习惯，太习惯下雨天了。太晒了，异常天气，这里应该要下雨的。
破三？什么破三？不要习惯这种难过的事情，你说下雨吗？真习惯，我已经习惯下雨了。30度。不要那么热，我也希望不要，会很痛苦哎、欸。有些 staff 就进来说，我获得了救赎，很凉。在外面一直都在没风敲门。控制我的力量，我没有办法控制雨，好不好？今天没晒衣服，我没晒衣服，我没晒衣服。哎，太久没洗衣服。对啊，富邦有晴女嘛，就是出场必晴天。有晴女，有雨女嘛。有没有就是知道的大家可以为我解答一下，我需要有人跟我负负得正。鱼女，鱼女，我是鱼女。鱼女负负得正，对啊。对啊，甚至能吸引台风。能进一百万，你同事可能会很恨你。篮球鱼女，对啊，好像只有比较会演赛的。谁？鱼女，我是鱼女，我是鱼女。啊，拜托不要，你那个美酒。现在没去看你啊！刚去就要被讨厌了。对，我现在就是进阶到可以信台风，因为我现在有在那个，就是有拍一个就是实境节目，它叫开店 bar 伙伴，然后我们会在垦丁开 bar， 然后呢，我已经赢了两个台风去垦丁了，超扯，超扯，一次直接因为台风取消，扯爆。真的不是我害的，对不起。就是，大家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去追踪一下开店 bar 伙伴。对，就是我，这是我现在在参加的实境节目。对，需要整天今天晴天娃娃，真的，我好想要晴天哦，我不要再下雨了。就现在出门下雨对我。下雨了，嗯，好了，算了，淋点雨也不会怎么样。上班要去拉帆布，目前没有运能认完，对，好了，怪我，没关系，我承接所有，好不好？引人雨。可以看喝到很可爱的主播，对，可以看到喝腔的我。谢谢卡米的小浪花，救命啊！救喵！有出卖晴天娃娃，救喵！不要再下雨了，没有，我会被所有人讨厌。对，欢迎去垦丁找我喝酒，但不可以灌我酒。晴雨晴天娃娃，晴天无限电力宝宝。晴天娃娃。所以可以跟其他像分享例子的人出去吗？可以啊，可以啊！谢谢大饼的钻戒，晴天娃娃在旁边，晴天娃娃。
话，哭哭。其实陈应元蛮有名的，为什么？你说大家都撑雨伞吗？我做雨衣周边吧，哭哭。很热的天气，靠你下雨救命。天女没了，我目前的签名旁边是熊，一只熊，熊，哭嘛。雨伞，你可以看到飞。从这里开始改运，拜托拜托拜托，不要再下雨了，不要再下雨了。我以前没有雨女的，就是没有雨女的特质，但从这一年来，我超级，我出门就下雨，超扯，我只要洗衣服就下雨，到底。尊嘟假嘟，尊嘟假嘟，嘿嘿。雨具周边，清千雨衣。嗯，哎呦，不要下雨！大家可以分享我有雨女特质，没关系，能力这种东西会觉醒的。我可以不要觉醒吗？谢谢卡米的小浪花，很感谢我，是不是？谢谢卡米的好多小浪花。今晚直播间好，大饼拜拜，大饼你要来找我哦，你要来找我。谢谢宝瓦的一颗心，很快就呼了，真的天气之子，希望我可以呼风唤雨，太热的时候来点风。嗨嗨，小松，加强威，大饼拜拜，台风。我不要这种呼风唤雨，风雨前那种台风，我还是不要讲话好了，对不起。天气之女李佳丽，当然 OK OK， 好的，没事的，谢谢卡米的水晶四叶草。开始第二过太深了，我的。不是我害的，你停下来。谢谢鱼的分享。嗯，第一群人在北上，一定不是我害的吧？一定，就算是我害的，我也要当不是我。左右天气的人吗？但不要遇过台风，对打者有利哦。对啊，最神的是，就是我去垦丁那个露营嘛，然后我一回到台北的时候，垦丁就放晴了，超扯，超级无敌扯，扯爆。半场忧郁，会哭哦，真的会哭哦。看书不是我，是乖乖在这里。他去看书，乖乖看书。莫名超大，不是我害的啦。我哪有能呼风唤雨？换部首是不是？谢谢G的追踪。今天风真的超夸张。请弟弟。不会哦。好好好，拜拜，中德拜拜，方便面请的。那我们差不多也要念榜了，可以打打内容，顺播拜拜，好的。呼风呢？呼风这边有生肖不好说。我没有呼风唤雨。拜哟，大家我要念榜哦！谢谢中影的极速浪漫雨。极速浪漫旅，谢谢钟颖。嗨嗨，熊鹤，
最烦的难道哦？换你。谢谢卡米的一颗星，谢谢小杰的小浪花，谢谢冰彻玄的咪咪告白火箭，耶、yeah ！谢谢宝儿的璀璨项链，谢谢嘉宏的钟情玫瑰，玫瑰，玫瑰。对啊，我最近口齿越来越不清了。谢谢光太的守护永恒的爱，谢谢光太，耶耶耶耶！谢谢大风的小浪花，谢谢念然的小浪花。谢谢样样的红玫瑰，口齿越来越不行。谢谢 Akira 的才华出众，大家为大家介绍一下那个呢，我的念榜，清个喉咙，我的念榜就是大家可以每天都会念第一名到第十六名，然后谢谢宝儿的璀璨项链，谢谢嘉宏的璀璨项链，谢谢幻影战士的 Big Cell。对，然后就是会念一到十六名，然后前三名会有特殊音效。对，然后大家可以把想对我说的内容打在那个字界上面，就个人简介上面，然后我会点进去看，然后跟你聊天这样。如果最大有播的话，好啊好啊，真好。现在就想看你，我也期待在球场看到球啊。廉价特殊音效，对，廉价特殊音效，前三名会有噔噔噔噔。没问题，请多指教，多多指教，多多指教。谢谢嘉宏的钟情玫瑰。哎呦，每日任务解锁。就来个粤语哦，这是粤语哦。当当当当当，大家打好内容了吗？我们要来念榜。对，不知道大家平常会不会就是会不会念榜，但我会念榜，所以有上榜的大家就可以打打内容，聊聊天。就请敞开你，好啊，可以的话务必要来，辛苦了，大家也辛苦了，谢谢你们来看我直播，谢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有没有日语讲的比台语还顺的瓜？怎么费这样？我才念榜门槛之高，那我很用心念榜耶。那下面就行程小长，来来来。来来来，都来，大家都来找我，好不好？可以吗？拜托，呵呵，拜托拜托，来找我。二十分钟后，没有，我才没有这样，好不好？好，会早点休息的。嗨嗨，男生，好啦，要念榜咯，还是大家再打一下？我们再聊一下。谢谢易成俊的 mini 完美小火箭，谢谢宝儿的璀璨项链，谢谢 Akira 的钻戒。念榜念到十六名什么年代？哦，十六名是因为就是以前在那个 AKB48 听 TV 的时候，因为就是基本上很常就是选拔去，就是一次是十六个人，所以就是才会选这个十六这个数字。绕了广播拖了一个小时，哎，和平见啦，好哇、啊，和平见，再请多多指教，多多指教，谢谢瑶。对呀、啊，是这样子。这个没太好，有点像。为什么？为何？以后你要九十吗？我想想以后要改什么数字。现在九十属实有点太多，而且不一定每次都有九十。九十，那我可能就是开始我就要开始念榜了。我可能要从一开始就要念榜了。真的啊，第九十名是。
谢谢 CKU 的小浪花。对，以前没有噔噔噔噔，笑鼠，跟表演这太久了啦。谢谢瑶的钟情玫瑰，谢谢兔子瑶。也是十六人哦，一直维持十六个人吗？训练口条，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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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第一名再重念一次，第九十名是嗨嗨，结果刚开播还没有第九十名。噔噔噔，张开一台念榜台了。我们来谢谢今天的第九十名。围巾和毛衣，念榜台时速还比较多。到哪里？熟悉的默契已过期。谢谢男生的追踪。第九十名入围的有噔噌噌噌噌噌。还要换特效，还要换那个音效，有没有？嗯，谢谢 AD 的小浪花，谢谢叉叉的生日蜡烛。该怎样才能是？谢谢博成的送礼我就发，谢谢博成。快结束，九十名变九名。我的爱，谢谢洛克为我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谢谢洛克。特警还瞄准九十名，是要怎样才可以有九十名啊？谢谢查查生日蜡烛，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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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好，那来念榜了，大家要念榜了哦。转身原地感慨，好，念榜，谢谢第一名的 Joker，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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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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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第一名的阿抓，谢谢抓坑坑，谢谢阿抓。星期三明天行程我还不敢想象，能见面实在是太好了，加油加油！阿抓你不可以缺席哦，你缺席我下一次就把你订爆。但你是不是觉得能少来就少来，因为我会把你订爆，把你钉在墙上，钉在墙上供奉。谢谢阿抓，之后也请多多指教啦。谢谢阿抓，谢谢第一名的阿抓，第二名是林国。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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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没想到，今天我就收到一份突然的信息，各种通知，喜欢，之后有很多见面的机会。对，之后还会有很多见面的机会，所以请大家多多指教。想要认识的人，协助从外观的球赛生日票给我。哎，谢谢，谢谢，谢谢，就是我也不知道，那就要谢谢大家，就是这么支持我，对我也会好好努力的。谢谢林国，谢谢第二名的林国，谢谢，谢谢林国，谢谢第二名的林国。第三名是冰彻轩，谢谢冰彻轩。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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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第三名的冰彻轩，谢谢冰彻轩。那要考虑，我就是这么考虑，回头会加油的。那你看我啥样？对你的猫奴，那要买爆年历呀。你看，有人继续闪闪亮亮。对啊，大家要持续看着我才会闪闪亮亮。现在有人躺躺，现在怎么样？
例行病毒。好，我会早点休息的，谢谢冰彻玄。我也要一直看到你的作文哦。谢谢第三名的冰彻玄，谢谢冰彻玄，谢谢。第四名是露露露露露露饭，谢谢露露饭。我们的都谢谢露露饭。不会不会，我觉得去能去就是其他地方读书，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很希望可以去，就是去接触更多不一样，看看新事物啦。我觉得就是开开眼界，很棒。但是不开心，那先辛苦姐，那先去，就觉得尬舞，好好来尬舞，来尬舞，怎么辛苦了？晚安，谢谢露露饭，谢谢第四名的露露饭，谢谢露露饭，谢谢露露饭，第露饭，第五名是阿轩，谢谢阿轩。全有他的环节啊！来来，应援加油！好的，我会加油的，请多多指教，我会好好努力的。谢谢第五名的阿轩，谢谢阿轩。第六名是益生菌，谢谢益生菌。这边还有灵魂女人海报吧，一定要的吧？这个我就有机会去看你，反正就是这样哦。希望你平日可以来找我，期待，我也期待。谢谢第六名的益生菌，益生菌终于可以来看了。谢谢第六名的益生菌，第七名是听，谢谢听。以后找时间去找看丽姐加油。好的，我会加油的。谢谢听，不可以忘记我哦，我还要跟你 battle 吃白饭哦。battle 背起来。谢谢第七名的听，谢谢听。第八名是钟莹，谢谢钟莹。期待等着他买，我会很大力的应援的。大家去看一下，好，我会早点休息的。谢谢钟莹，谢谢第八名的钟莹，谢谢。第九名是光泰，谢谢光泰。跟着粉丝来看你，每天一样可可爱爱，开开心心。好，一定会的。谢谢光泰，我会每天都充满力量，要带着满满的力量给你们。谢谢光泰。第十名是竹轮，谢谢竹轮。只想悠闲的泡在关东煮汤里面，你害我突然很想吃关东煮，害我想念了关东煮的汤，好好喝。谢谢竹轮，谢谢第十名的竹轮。第十一名是荣哥，谢谢荣哥。看来努力，看来现在真累坏了。不会不会，我会很努力的，对，我会拼尽全力。下班回去，不坑的话就是例子。好，我努力，我努力，我努力继续坑，好像也不是这样说。好，我会好好加油的。谢谢第十一名的荣哥，要麻烦大家多多指教。第十二名是阿 Kila， 谢谢阿 Kila。豆芽有新头衔。对方讲新语啊，可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大家一起加油的那种感觉很热血啊。那可能会要到好，好，好，但希望如果我之后自己有办活动的话，还可以看到你，可以吗？拜托拜托，三个人能跟人的收放自如，不要下雨，不要下雨，拜托不要下雨。谢谢第十二名的 Akira， 谢谢 Akira。 第十三名是宝瓦，宝瓦瓦瓦瓦，宝瓦，我才没有公式的对你说呢，我只是，但我是真的很希望是有机会就可以去试试看啦。但我想你应该希望把你留下来的，对。可是我又觉得这样会就是耽误你的人生，对啦。就是以我的角度的话，我会希望你出去，但。如果以就是今天就是我希望你可以留下来就是看看我的话，那当然是最好啊，对啊。但是因为我觉得我不能耽误人家的人生，所以我才跟你说，那你赶快出国去，就是去就是念个书这样子，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能去看看是最好的。好啦，你自己想想啦，
我不要左右你的选择。谢谢第十三名的宝啊，谢谢宝啊，我看的大家都讲一样的。谢谢第十三名的宝啊，第十四名是卡尼，谢谢卡尼，天使弟弟，啾啾啾啾啾。嗯，要叫他进去，慢慢的，好，期待看到，超期待周丽和年历，然后全都要，全部都要买吧，这么香是不是？等一下看，放假已经报名了，好喂，谢谢卡妮妮，到时候见啦。那个你叫什么？参会参会，谢谢第十四名的卡妮妮，谢谢卡妮妮。第十五名是好好，谢谢好好，会一直支持你的。好的，我会加油的，加一百万分的油。谢谢第十五名的好好，谢谢好好，也要一直支持我。第十六名是嘉宏，谢谢嘉宏，很好的时候好想哭，没事没事，帮你拍拍。对，但可以有空就来看看我的。反正一定不是要看到莉莉的 reels，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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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最棒的，最棒的啦！刚我那句话，孩子你是最棒的。谢谢八部的浪之星会员票，谢谢宝爱的浪之星会员票，嗨嗨鸡排哥，谢谢鱼的缘分相恋，笑出来什么？第三个好听的歌唱担当，对啊，我很喜欢唱歌，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唱给你们听。就思念灵魂，辛苦了，不会，拜拜，先不要，为什么？你已经吃到怕了吗？他还暴风圈，天使弟之后加油，我是决定好了，哈哈哈。好啦啊，大家如果有还没，时间还没到，大家如果有达到那个入群标准的，可以就是私讯我，那会给你连接就可以入群了。谢谢大家，多谢大家，还有几分钟，对，我们可以再聊聊。法官感觉没那么调皮耶，我还是一样可以调皮啊，耶、yeah. 接受这世界的残忍。谢谢 CKU 的蓝色星之诞生，谢谢 CKU。对，大家有就是达到入群标准的，可以传那个，可以跟我说你达到了，然后就会给你对链接啊。如果入群之后记得要报到，对，记得要报到哦，不要忘记哦。调皮小猫最棒，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支持一下我的年历，对，香的。对，这个群要先去报道，去报道哦，建立力有点可爱，一直都是吧。预告完期待年历，好，说到通关密语，通关密语是离莉莉最可爱了，自己说嗨嗨思念，用心报，对，希望如有预购我年历的大家拿到都可以满意。对，如果大家好奇就是年历是怎么样的话，可以去我的 IG 看看，大家欢迎追踪我的 IG CHIALI_1105。对，欢迎追踪我的 IG， 也可以追踪我的 YT， 追踪我的 Facebook， 然后按个赞这样。对，然后也可以看看我的年历，真的香啦，没在骗的。自己说，嗨嗨，名字还在想，通关说错了，对，会变96900。如果叫莉莉阿姨的话，会变96900。不再还是会问，唱错段。满足的眼神，阿姨晚安。嘉宏，你下一次的门槛变96900，当场哭出来。对 ，DC 还有熊福利哦，福利熊福利，不是阿嬷，叫阿嬷叫阿嬷是后面加30。好像有学姐听啊，真的假的？我没有看到，对不起，我自己亏上班。
还没完。谢谢竹轮的带你去流浪，谢谢竹轮个人。刚刚去看谁？说看谁？说，有学姐进来，有没有乱讲话？没有乱讲话。老板有点沙哑，可能讲太多话了吧，微沙哑。好啦，那么今天差不多到这里啦，啦啦啦啦啦。对，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对，这不是归算盘。谢谢大家，未来请多多指教耶，睡睡，辛苦了，大家辛苦了，谢谢谢谢啦，谢谢大家，未来请多多指教，拜拜。这 BGM 下真刚好。手を撫でるように外お願いした。好啦，拜拜。雨滴拜拜，艾迪拜拜，伊藤君拜拜，猴子拜拜，光太拜拜，比特熊拜拜，看你拜拜，顺拜拜，钟宇拜拜，洋洋拜拜，小吉拜拜，黄牛斯拜拜，听拜拜 ，Justin 拜拜，大风拜拜，刚刚拜拜，樱桃妹拜拜，钟拜拜，小吉拜拜，我有多念到吗？我也不知道。小草君拜拜，莹莹拜拜，康米拜拜，西恩拜拜，九三拜拜，大家拜拜。亚红拜拜，唐人拜拜，我喂拜拜，樱桃喵拜拜，优鲁拜拜，你这样拜多久？我也不知道哎。蓝拜拜 ，CQ 拜拜，露水拜拜，请拜拜，我的嘴巴好酸，好了，跳拜拜，芋头拜拜，吴奇源拜拜，博成拜拜，地主拜拜，好了，再见拜拜，拜拜，拜拜不拜拜，好了，大家拜拜，拜拜。拜拜耶，你哥拜拜，阿 Kira 拜拜，小巴兔拜拜，家俊拜拜，好了，大家拜拜，不玩了，不玩了，大家拜拜耶、yeah。